校正修科大与嘉耀大学带来的节目。就读三星家乡的美容科的同学，不管就业跟升学都有很好的管道。在升学方面，我们可以直升国立台中科大、嘉耀大学，还有正修科大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由李永忠教授指导的正修科大的节目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正修科技大学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设立在1998年，以培育化妆品技术发展与时尚彩妆设计就业人才为目标。Thank you.
谢谢我们正修科技大学的同学们，为我们热情的演出，让我们看到截然不同的一种风格。接下来也是同样跟我们产学携手合作的大专院校，也就是嘉耀科大，他们这个表演的曲目